是我女，美玉亦是我女呢，这里强调的就是在这里可以有美好的寓所，同时又能够和美好相遇。但是最特别的是，在美玉艺术文旅的每一个房间，甚至是走道，都有很多艺术品的珍稀。这是啊，负责人他的一片用心良苦，把这里分享一下给你们。谢谢大家今天莅临我们美术艺术美玉艺术文旅。那我们在这个我们会当初会做这样的决定，就是希望把艺术带到生活当中，然后也让这边的旅客来的时候可以跟艺术近距离的接触。那今天我们很开心邀到那个阿如他顺来我们美玉办个展，那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都可以来现场看他的原作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而且是免费参观，对不对？就算你没有住宿都可以进来参观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哦，那人家在喂喂 ，hello， 那个不断掉。好，你应该花一点钱在音响设备上。是是是，我们没有想到今天交割人带来这么大的阵仗，电力太强。好，处理一下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先等一下哈。那我们先让老板拍几张头照，垫一点时间。哦，有了，好，那不用拍了。对对对，谢谢交割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来这里住宿还会有惊喜，待会再跟大家报告。因为大家也知道我非常热爱艺术文化。那阿如他顺呢？这个是现在以日本为出发的，但是呢落脚在英国，然后从伦敦画涂鸦，甚至一点动漫文化的元素，把这种所有点黑色幽默的欧洲人气息，再加上日本的动漫风格结合淋漓尽致的一位创作者，现在也是人气高涨的艺术家。那今天我们有几位嘉宾，他们都对艺术或是文化非常的有理念，同时也都是实践者。首先，我先来欢迎两位职人。这两位职人呢，刚刚也已经提早来看过展览的，欢迎一位就是世界冠军手冲咖啡大师王策老师，另外一位是乔偶花艺创办人林哲伟老师，欢迎两位。好，一起来，好，欢迎。好，两位都已经看过展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您先跟我们分享一下，老师你怎么看完展的心得？其实在看完展的，其实。就是印象最深刻，毕竟还是可以就是状态状态，对，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了混沌，那故事其实像是那种脆弱性，然后这个风在其实又像是一种混沌的状态，是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作品有看到的是一个面对一个世界，然后试图想要重建自己，然后好好的修复自己。太棒了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兔子都是绑着绷带，它叫 Fero， 它也是现在世界上很红的 IP 哦。那透过林老师的视角呢，他看到的就是一种好像也是抚慰自己、疗愈自己的，然后想要对抗世界、改变世界的一只兔子。那其实我要跟大家报告，老师不只是花艺老师，老师也是诗人，然后也会画画，甚至还懂一些战棋，对吧？你又画什么题材？其实我的画就是比较多是速写，或者是看一些花的速写嘛，花的速写或者风景速写，就是一些能够让自己心里感到憧憬的一些事情。了解，好，谢谢你的分享啊，谢谢诗人帮我们分享跟解读啊。哎，王老师，哎，你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？以一个世界冠军咖啡大师的身份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日本人啊，但是他在英国长大，所以我可以看到很多日本的比较有趣的呈现在里面，对，然后再加上一些英国的街头的背景，是，我觉得很符合。对，因为文化的憧憬完全反映在他的作品题材上面。如果只是单纯在日本长大，那画动漫很 OK， 他又去了英国，又去了伦敦，他有一种文化的一种冲突感。据我所知是东伦敦，刚刚听到的。东伦敦，你在伦敦待过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你解读一下，他跟伦敦的连结，你有发现吗？对，因为伦敦也是东。不好意思，有些好，没事。现在这里很贵啊，你继续讲，我们来处理来转机。小心一点。伦敦是一个很大的城市，那在不同的区域会有不同的群众聚集。那东伦敦那边它是比较街头的，所以可以看到一些 graffiti 的元素在上面，它是非常符合。是，我们先把那个伦敦的，你看，我们看这个底部就知道了嘛。这表面上看到是一只受伤的兔子，但是它的底部呢就有很多街头涂鸦的风格，那种街头的手写字，就像你讲东伦敦的 style 是吗 ？OK， 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哦，就是跟每一个咖啡馆有关系的。好，有没有？有什么误会吗？是有一个展览的，有展览。
后续。后续对，敬请期待。在 VW 咖啡馆之后会有第二波的这个 Aruka Soup 的展览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两位职人先来合照一张哈，来，谢谢，欢迎拿麦。好，请跟我们画作或者是 Bear Brick 库布里克熊合影。这两位呢，就是我们台湾非常优秀的专业职人啊，一位是咖啡大师，一位是花艺老师，但同样也会画画，也会写诗，同时呢，也是非常。喜欢艺术品的那两位的这个见解呢，也让我们看到不同的角度啊，比如说在英国待过的情况的一些理解啊，投射在艺术品，这就是艺术品，一张画作啊，各自解读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，但是无论如何，用色鲜明大胆，画风相当细致，而罗拉·舒克呢，现在是世界当红的艺术家，当之无愧啊，两位视线一致哈，那在左边，好，我们要谢谢最大方的老板。好，稍微看一下前方，谢谢，非常谢谢大方的老板提供这么棒的空间。